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麦块模子介绍。那这个模子介绍系列重启了，就跟 AK 模子介绍一起重启了。对，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三进行做更新。然后这次的话，我们要把暮光森林做介绍完。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可以去我的那个 AK Spyware 已播放计划生成的起源模子介绍，那边有做详细的教学。我大概是照那个样子，会把所有东西都介绍过一遍，所有东西，包含攻略之类的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要攻略是那家嘛？然后我刚刚有拍片，然后我发现我抓好累壳，因为我开路演关系，所以很累壳，所以我决定等稳定再进去。先丢颗钻石，摆这样阵型，不、哦，拜拜。然后他这次载入画面有做更改，应该说以前玩的时候都没有，这次就哇塞，哇时代大进化，这模组。然后因为他很累个，然后一开始就找到那家巢穴的话，你就会有点对小小的障碍。然后我现在尽量以玩家的角度去做简单的介绍，好不好？用玩家的方式打。但我老实讲，我就是一个卑鄙的外乡人，所以我准备一只无限的附魔弓。附魔弓不会太难拿啦，而且附魔书我觉得用钓鱼的话也可以钓得到。那你要进到暮光森林之前，你就是要有一颗钻石。还有水桶跟一套装备、食物这些，食物其实不太需要，因为里面有生物可以打。但我就是先准备你可能会进去之后带的装备，好不好？然后那家巢穴的话，哦，进来了，应该很好找啦。等一下，嗯，那掉下去，我刚看到那家巢穴了，等等哦。视野距离条流畅吗？20块，加15块好了。我刚看到大家巢穴了、啊，等等，在那边。我要使用的是卑鄙的外向战术打那家、哦，而且是用生存者模式打，所以应该不会很酷說。说，为什么圣光开创造打不会打那个？那我右键的问题。对，然后真的很累格，需要等他 CD 一下，好吗？反正松鼠，然后树上都有萤火虫，可以打掉它，然后一只小萤火虫，很累格吧？那就说了，萤火虫 Firefly，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萤火虫的名字是 Firefly， 我以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，哎、欸，萤火虫的英文是 Firefly 哦，我说妈的干，怎么可能？然后就一看，干你啊 ，Firefly。这显现着我英文很烂吗？喂、欸，我先挖点木头啊，我没有工具啊。好，然后就直接上来，很累个。我现在不是开模组什么，我就只有装一个模组，这个，然后 forge 嘛 ，forge，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进来之后，你看大家刷新了，哎、欸，乖，大家就这样刷新了。然后我现在右键有问题的，像这样射的时候射得到，但是有时候会射。喂、欸，等等，他打得到，被变外向，被变外向了。我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，他会破坏到我这边的方块。哇！其实这只蛮好打的，是因为它会跑出来。哇！哦，妈！我又被蚊子咬，好痒哦！干！大哥，我们再赶快解决它。换个神枪，拿过来！妈的，自己的地盘自己毁，好不好？
然后它同时破坏的时候可以拿到很多东西，像是一些方块啊之类的。哎、欸，要进来一点，等一下进来进来。哇哇，你都他妈进来的，大哥啊大哥啊！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把我打下，我差点打成无伤，我应该是没有无伤的啦。哎、欸，哪家嘞？哪家嘞？哪家？冲三小了，冲三小。它越小就越不好射，因为它的气波的东西不会动，然后它也暴走了。哎、欸，暴走是不是？暴走，暴走嘞！冷，冷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会拿到战利品跟鳞片，鳞片我记得是可以做装备。这边应该会不会有啊？好，不会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就来做个。看，这是，哇，火焰保护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马上就一直，然后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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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木头。哎、欸，妈，你把这个树撞倒，妈的！工具，做剑好了。好啦，他没有剑啊，他就装备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要当我是白痴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记录好了。我其实不爱开这个，然后就穿上去护甲，看七护甲，也就算蛮硬的。然后剩三块嘛，三块就不要理他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打那家的部分。那因为分得很细，所以就不太做太多详细的一些教学。啊，我就是使用卑鄙万象斩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是有想过，就是用火焰岩浆啊，烧它，或是用其他方式做一些陷阱打它都可以，也可以近战跟它对干。但是我原本想说无损的，没关系啦，no hit 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好了，这样可以各自干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